芬兰的卢瓦涅米市位于北极圈上，是一个欣赏北极光的好地方。8月29日及9月2日的晚上，一位专业的摄影师在卢瓦涅米的上空就拍下令人惊艳的北极光。8月29日晚上的极光，就像一大片的浅绿色瀑布从天而降。而9月2日晚上的极光，则像是一株白绿色的巨大百合，随风飘逸或转动，变化莫测。极光中的绿光或红光，是太阳风的带电粒子与大气层中的氧原子碰撞后所辐射产生的，而当氮原子辐射时，则会产生蓝光或红光。